石英石城石头靠，又要飞发车，这里包裹要干嘛？它要怎样？哦，所以这里是停车场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直接飞上去之类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我们会被扣星星，有点难。好，你先，我猜这个。强化是什么？加速。我会待很久。那个，你直接开上来。好。好，我来了。为什么不能动？我来了。小心。来了。你去发车。下车。四号，你刚刚是直接放手，然后让车子滑下来吗？对，你看到我们个人吗？马上回来，强化来了，去吃强化，我去吃。我怎么变扁，好恶心啊！等一下啦！我要去接车啊！就那该死招牌枪拿走吧！靠，这台车飞不过去啊，烂透了！太重了！哎，这样后退，我后退！干、那個！白痴啊！我叫你，快踢一下就好了。我不要下车，他就不会气死，有没有？真的、哦。我只要不下车，他就不会气死。如果现在一下车，他就会马上飞走。我来了。强化没控制。是。整个人扁掉，冲啊！太快了！这个招牌很烦哎、欸，就是转悠，小心！你慢慢来，现在不急。哎、欸，你开！好，到这边要减速，转弯很难用。你要减速，就是放手了。你这个游戏的减速就是放手，那个甩尾就没什么卵用。马上回来救命！我干，我就停在这里。我们要很久啊，我放这個。一下就回来，我放，等一下，我上面直接开上去。马上。16。16先。靠背那个时候马上要回来啊，有了啦，醉啦，有没有？马上要回来，直接放在发车口就好了。干，上车。哎，咻，飞到雨林，我被赶下来，看我被打了，被打爆，我的脸，我有没有？最后还被打爆，你把另一台车挤下去，我啦，我每次都选一样的。